嗨，皆さん、こんにちは、私はジモモです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陈博士，欢迎来到我的美国卡车模拟 （American Truck Simulator）。这一次是我第一次录我们的美国卡车模拟啊。那我们这一次呢，就来玩一下吧。那我们这次要送的货是汽车零件组，然后是七公吨，然后从 Santa Monica 送到 V 开头，不知道什么城市。然后工作收入是2191。那我们就来开始我们的运送任务吧。都设置好了，我们出发吧。哎呀，我们的姑姑姐。好，那我们就开始吧。那你们看到有萤幕上面有一个滑鼠的部分的话，那就是因为我是手机入萤。左转。所以我就不太好，我就没有用掉了。其实我早就有想要来录个美卡的样子的啦，都没时间录。现在至少有电脑了之后呢，就方便多啦。车辆的话，就是直接看公司怎么派发了。那假如没什么事的话，我们就来开车，就开车吧。靠左，然后左转。对，那先左转。等一下。做这部影片的这一天呢，就已经有做好我们的顾客表单，那就是我们的1000QA 啦。那我就来募集一下我们的 Q&A， 那有什么问题可以点击 Q&A 来询问我。一车一切，靠左。应该也会出，会让继续出欧卡，但是出单机的。美卡的话，应该会跟欧卡会交叉。第一集，这一次的是美卡第一集，下一次应该是欧卡第一集，单机的，因为之前都是线上嘛。假如你们看会卡的话，我真的没办法了。因为我这里的话，我自己是顺的。的关机。用远端的话，好像会比较卡。
战斗机呢？147、148，我要修骨嘞。靠右，然后使用右边的出口。使用右边的出口。真太臭哎！前方右转。右转。美国是可以红灯右转的吗？靠右，然后右转。右转。前方左转。
左转。旅程还不错呢。八股，啊，八股了，八股，八股。我先进去好了，是不要了。哎呀！停错格，嘿！直接进去好了。哎。哎，要成功了。
哎，成功啦！起火，完成啦！但倒不错，最后这个倒不错哦。好啦，那我们的这次的欧美国考车模拟就到这里结束啦。喜欢呢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以及留言。那还有什么问题想问，可以在我的 Instagram、Facebook 或者是 Facebook 粉丝团、Discord、YouTube 留言区都可以私讯我。那也欢迎加入我的 Discord 群啊，也感谢大家支持。那我们下一次美国卡车 America Truck Simulator 见喽，大家，拜拜。